莫比斯部队在这个平台上建立了战争基地，我们必须在他们攻击殖民地之前，先下手为强，摧毁各个区域。这些运输车上的萨尔纳加神器会干扰莫比斯的科技，不过你要先把他们移动到正确的地方。 运输车上的神器可以让石像失效，这就像是以毒攻毒一样，目标区域位于你所在位置的北方。可以啊，你可以开啊，但你可能只能射2分钟给他下注，不然搞不好你赌牌还没结束，我们可能就爆炸也不定。 刚第一个核弹，我们两个都躲过；第二个核弹，我们两个都死了，傻笑。太好笑了！部队超载，准备就绪。干得好，解决石像了。有神族，我还真走运了。 基地来了，给他们一点教训吧。 换另一辆运输车。预言轰炸，准备就绪。我的冥想，快没时间了，指挥官。 离开爆炸范围，快！研发结束。敌人的攻击部队正往我们的基地过来，我可不喜欢这样子。这区现在什么都不剩了，战争基地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发动攻击。 我们重创了敌人，这两台备用的运输车就交给你们了。朝东走，你很快就能看到目标区域了。升级完成。为了亚坦尼斯，卡萨尔的坦克拉瑞。盟友遭到攻击了，卡萨朵瓦尤。荣耀指引我。当他们注意到你们出现在这里，研究哨站就开始传输武器资料了。
可以麻烦你把运输车带过去吗？神器会马上切断他们的连线。现在变成一堆石块了。战斗模式，升级成功，守安德。敌人来攻打我们了，盛唐武士，准备迎战。好了，升级完成。换上医疗艇，蠢蛋。永恒，尽忠职克，战斗是至高无上的荣耀。莫比斯的研究资料快要传输完成了，可以的话就阻止他们。敌人锁定了运输车的位置，保持警戒。做得好，又少一个石像要处理了。提醒一下，我们完成这项任务的时间有限。命令。车就位了，在它爆炸以前尽快撤离。克服万难，过盾超载已救援，守身者逐一阵线。安全三 G， 我的冥想有何命令？为了荣耀不灭的勇气，克服万难。你还需要把运输车送往剩下两个区域。哎，上场了。敌人想歼灭我们，盛唐武士，别让他们得逞。我的小队拼凑出几台运输车，接下来是这个区域，我等不及想看它烧起来了。我们准备克服。朋友开始战斗了。莫比斯知道我们在这里，他们正从这个战争基地的哨站传输武器资料，如果有办法的话，把运输车开过去那里破坏资料，别让这些资料运用在其他的地方。不过这样子的话就没有解额外了，因为我是想解额外的。那商场那个一边是根本不知道额外在哪，商场它那个是黑暗的嘛，所以更不知道额外的位置在哪里。锁定目标，升级成功，解决事项了。亚蒙的手下发现运输车的位置了，他们很快就会发动攻击。研究哨站看来没办法收到讯号，危机解除。
发现运输车的位置，他们很快就会发动攻击。盟友遭到攻击了，打不走啊！我的骑士断了。盟友的基地遭到攻击了，盟友，声音在电脑里的单位变强了。发现敌军部队，盛唐武士。 准备拦截，进入永恒，我们掌握永恒。运输车就位了，要爆炸了，快躲开！我们的盟友，终于上手，冷静了，进攻时速就是我的功劳。使命必达。 成功，我们顺利拖延他们启动战争基地武器的时间了。与盛唐武士为敌，下场就是如此。你们两位的运输车到货了，目标区域位于你行动指挥基地的南方。莫比斯研究哨站快要把资料都上传完了。战斗是至高无上，我们掌握了古代的地图。 消息，有不公事，目标是运输车。发现敌军部队，做好防御准备。需要我帮忙？万难，有何命令？我的骑行论战。 敌人锁定了运输车的位置，保持警戒。 消息，有目公事，目标是运输车。做得好，又少一个石像要处理了。盟友遭到攻击了，部队超载，准备就绪。 想再解额外吗？靠！只要人家愿意齁。